面对传统布袋戏的消失，请再看一眼，这可能是最好一眼。我来保庇着这地主哦，大家平平安安着，这功夫哦，会较经营。每次演出前，他总会向红盒子里的戏神田路元帅祈求表演顺利。要拿这个传统布袋戏哦，我一定得到好位置去。